太空人在太空中如何呼吸？太空中没有可供人类呼吸的氧气，也没有能使血液维持液态的气压。一旦没有气压，血液就会沸腾。为了保护太空人而制作的太空衣，不仅有舒适的温度、适当的压力，也有氧气，还能解决。 呼吸时所释放出来的二氧化碳等，只要穿上太空衣，就算是在太空中，太空人也能呼吸自如。太空衣虽然分为上下两部分，但是两部分连接的很紧密，所以不用担心氧气会跑出去。